代表，另外更重要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团聚的感觉。那以前的妈妈，她必须要养活那么多小孩，所以需要比较重口味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腊肉可以放很久。然后呢，再加上我们南部，你看太阳那么好，台北可能在下雨。对，我们左营都是在阳光普照，刚好可以风干，对我们的腊肉风味特别好。你看我们早上蒸嘛，你到明天早上就24小时呀。我这个明天早上可能不能玩了、啊，像这样子啊，至少要24小时。对。为什么要煮这么久？那你没有煮那么久的话，你还真没有那么久都没不会揪啊。了解新闻幕后，挖掘真相，《生活龙之眼》周日晚间11点，敬请。